老啊，你最近脸上好像又少了。最近我要问你在叫吗？去年开始了我的试管之路，好辛苦，还好一次成功了。现在是预产期，帮我找一个湖水绿手镯，我要花重金狠狠的奖励自己一个礼物，就狠一点。嗯，好，给我一件湖水绿手镯啊，冰冰的，被称为最显白的一款翡翠的品种，种水又很好哦，一点都不干巴。这个小姐姐送，这叫花重金送自己礼物，就是送件，送件哈，重不重？有没有3万块钱呢？啊，你看3000。我操！姐姐啊，你不要这么开玩笑啊！这么冰的种水，你买条白月光都不止3000啦，都要8000、9000啦。现在搞一条满圈还要绿色的湖水绿，完了之后预算才3000，搞笑啊！找不了啊，这单找不了，不要闹啦，我都气死我了，我都冲了呢。有单接就快点去找货赚钱啦、啊！公司现在穷成这样子，当你的员工连坐个凳子都不能坐个好的，这怎么做嘛？哎呦，给我看看。好，其实这种湖水绿啊，我就超喜欢它。这种有半边种水好一点，颜色淡一点，半边颜色浓一点，倒不知道姐姐喜不喜欢。这皮壳可以早点去掉了，整条料子很漂亮，水色相融，好漂亮的一碗湖水，很美。但是这个圈它小了一点点，但找大圈的它好像买不起啊，单才3000预算呢、啊。可以了，你谈下来，我要给减肥，然后我们再去找下一单了。不行啊，肯定要给它搞好啊，它带不上的话就麻烦了。姐是5-6千是吧？这个的话应该做不到5-8的，会飞的。70最多只能做到保漆的厚度，做5-6代表还要再大2个圈。可以的，你弹下来带不上是姐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我还在那里叫呢，要早就把品质找好一点，老着急找多几单的5块钱。没钱了，对不对？漂亮哦，这个也可以。老板那眼神一看就是个不欢迎我，算了。这两条水头也不错，但它水头长，种太差，底砖太粗了，满圈绿，不用说清澈见底，但是它这个受污染了，这个湖水还是不漂亮，这大家都不显白，把它显老了。挺好的、啊，淡了一点，把它盘下来了，然后就5块钱赚了我。不要在那里闹了，要早点找好一点，真的。哇，你老天啊，这样看的话可能看不明白啊，底是很细的，你从侧边看打光看它苍蝇刺很细腻，上面的话这些小棉点啊基本上都在镯心上，而且翡翠有这一点点小棉没关系，很正常。这里是有一条裂，这个裂要去掉，早点去，它这个师傅啊有点猛叉叉，花的这么低没必要的，因为它是斜口裂，咱做正圈的话贵妃嘛，咱待会按贵妃跟他谈，然后咱就做正圈，到这里打完脚就没了，顶出来一点，正好是够做的，还留多一两个圈，然后你看底妆多细腻，它这边是货尾味的，你都不知道我在哪里找的货呀！那像你呀、啊，看一下怎么弄呢、啊？人呢、啊？老板呢、啊？跑到人家家里来了。老板，这个卖多少钱？都到家里来了。哎呀，给个麦来！我扯淡吗？我刚进来忘记跟你打招呼了吗？嗯，要干。你儿子太可爱了，跟你长得真的有一点点像哦，真的是亲生的耶。今天不在公司，你真的是还能找到家里来？多少钱？你这个裂，你看裂完只能做贵妃，这么大一个黑口裂，小小一个，这边还有点黄的，黄太灰了，跟屎一样。对，黄。他拉的都可能都比他白，所以我这个地方也要去掉。8000了，8000，8000。啊，8000吗？8000。你真的是个好人呐、啊！这个东西在那里捡的，你家阳台那个玻璃板捡的，你还要卖8000，便宜一点吧？你也知道老天鹅没了，都倒闭了，真的是。你再便宜点，我没这个钱，2000嘛，真的没那么高。你说你确定不是公司拿的，你是那里拿的？在这里拿的，这个地方拿的，同手料边角还在这里呢，你不要闹了。这个地方你扔在这里，我要不找一块变废为宝，你有裂的，我要去掉裂。你是你真的是我就是没预算才来的，没预算才会翻到这里来，你就给我便宜点。你看你儿子都看不下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的奶粉都买不起了。哎呦，你也买不起了，别扯淡了呢。加多一点给他买奶粉了。预算就3000块，实实在在的放我一块，你这放在那个地方的东西就有裂有风险，我看能不能搏一下起出一条漂亮的。我拿去摸，真的是服了你了。你看这边的多漂亮，再拿2块，你反正放在这没用，你知道。我都服了你了，这边条我也能卖钱，我按公斤数称的。有200加工，我跑一天不能亏钱，我还要抽你100块水，我跑一天我要赚钱的，2700，我转你不说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
姐妹们，只在直播间看手镯，不开直播间的都是冒充老吴的骗子。